然人坏，不过我还剩，就是还有救，就是说我还可以做到一个娘的东西，因为娘的东西是在这边的，是我们还没有做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，所以等一下他只要神讲的还要一个三十六下面第三支啊。刚才假如那个气人那边是赢来讲，他给我的分数蛮高的，那么以后我做的东西就可以很得心应手，帮你们更多的东西。现在的东西就是说我胜，那么以后的东西我胜好过我败就是了，那以后的东西就会比较麻烦，就是人那边要自己看着自己。假如你们在修不好还是什么不好，我也是无能为力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当我要求神的时候，他是要看你们的功课，不是看我的表现。你们功课做得不好，我求的东西就求不到。腰已经疼。